大家好，我是 Jasper。 那如果你看到这支影片的话，代表我已经在国军 online。 现在我们要寻找一个跟我一样可靠的实习生。那以下记录从来到离开的心路历程，以及要给你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希望未来的你可以继续帮我延续下去。拍摄事项现在准备交给你，自动自发相机 CEO 不用多说明，主机器材统统能带起，脚架人台最容易忘记，相机格子是给爱的对焦的问题，拍摄耳机记得好好的去接听，因为没声音后置绝对别了你，别怀疑就是你，只有好好去证明。大家都好像的无可救药，转眼之间时间过得飞快，那个空间的温度还依然存在，时间到了没人能够停留，但是回忆无需打包带走，这个日记我写的努力，无论如何请你帮我继续，这里的环境值得自由和弹性，不要知道又开始说了去哪里，不常带点放心，记得要赶快交期，做事细心有问题大家会去帮你，封面区别区号这是必须，外力封面不可超过尺寸2MB，答案明示谨记，要注意不担心，封面必须共手机，阿基莫回笑嘻嘻。自己的离职影片自己剪完啦，丢给 Oakley 是小录影，不要滑手机，有你才有我们现在 T 卡的 SOP， 努力成为可以扛得起一切的男人。你还是一个很棒的人的，我相信你可以证明你自己。你坐在我旁边呢，就很像是多了一个同班同学的感觉。你的乐观的态度也影响到我，我觉得你很棒。臭直男，等你回来啦！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腹了。希望你下次学期可以有交，如果你还回得来的话。Hi Video Team 的各位，认真超幸运的认识你们，就像多了哥哥姐姐一样，照顾彼此，且每天都有好笑的事发生。在这里学到的，我会牢牢记住。你们的叮咛也会放在心中，虽然很常没做到了，但这一次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你的离职影片还不是要我剪？